加萨塞丹纳吉达欧亚25页。
做到家庭生活的尊敬，加更加的应对。恭贺新北老总大弟高老师秘书，兄弟姊妹，恁是天主所拣选、所钟爱的信徒，因此爱有怜悯的心肠，爱仁慈、谦虚、良善甲忍耐。如果对人有怨恨，应该彼此担待，互相宽赦。主宽赦了你，你嘛爱照样宽赦别人。尤其是在一切事上，你应该有爱着，因为爱是转折的关键。阿爸，予恁的心中常常享受基督的平安。天主召唤恁归于一体，也正是如此。所以恁应该有感恩的心，爱予基督的话充分地保存在恁的心中，用尽智慧彼此教导，互相规范。怀着感恩的心情，以信仰、信息甲信歌赞赏天主。恁无论做啥物、讲啥物，拢应该因主耶稣的名而行，借着伊感谢天主圣父。恁做天主的爱服从丈夫，这是敬奉上主的人所应该做的。恁做丈夫的爱爱天主，毋通着太阴。恁做儿女的爱事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恁做父母的毋通压制恁的儿女，免得予因归心丧志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当着天使因离开以后，上主的天使法王向着蛇来显现，甲伊讲：起来，带着孩子甲伊的母亲逃到埃及去吧。住伫遐，直到我不再来甲你通知。因为厄洛天要找这个囡仔，要将伊杀死，约瑟就起来，靠伊带着孩子甲伊的母亲逃避到埃及去了。住伫迄个所在，直到厄洛天死去，这就应验了上主照着先知所讲的话，我自埃及将我的后嗣召集做回来。厄洛天死后，上主的天使又搁伫埃及发梦显示予约瑟来讲，起来带着孩子甲伊的母亲，转去到以色列吧，因为遐个想要杀害这个孩子的人已经死了。约瑟就起来，带着孩子甲伊的母亲，转去到以色列。可是一个听讲阿罕赫劳继承着伊的父亲厄洛天，做了犹太的国王，伊就唔敢转去到遐。
如果在梦中得到了指示，你就替爸到家里的家进来，在一个名叫做六十六的小镇来定居下来。这就应验的应验了先知人所讲的预言，就是伊将要封称呼作为六十六人。上主的圣言，罗万赞美你。